各位好，咱即摆开始上课吼，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即摆即个时间吼，由我含咱大家来分享咱未来台湾阁继续行落去的时阵。照咱法律的基础，无偌久，咱就会把台湾的统治的权利、管理的权利，为中华民国政府，即流氓政府转去美国军事政府，为美国军事政府呢会阁转来咱台湾民政府，咱由咱台湾人来管理台湾。安尼是毋是大家愿望都达成啊？咱代志都完成啊，咱都用休困啊，干嘛呢？唔是，我听你讲一个菲律宾。菲律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伊开始建立一个菲律宾的国家。这个菲律宾的国家是菲律宾家己人管理家己。菲律宾家己管理家己了后，对菲律宾敢有较好？咱为即马来看。咱会用发现，菲律宾打开始的时阵，美国占领撤退了后，伊经济真好。迄个时阵比台湾经济更加好。但咱这個时阵来看菲律宾，菲律宾做些拢去外国去做飞佬。咱讲较歹听的，今仔日美国要求伫太平洋岛链面顶。去部署即个 P3C 反潜诶，即个侦察机啊，咱开中华民国开咱的钱，开580几亿买12架。美国要求菲律宾，你嘛爱共款爱布置，因为 P3C 即款飞机，伊的滞空时间到10几点钟，你若飞伤远，啊，就当伫遐咧天空顶伫遐飞，伊执行任务的时间会缩小，所以必须要伫太平洋岛链。各所在拢爱布置，伊伫日本布置200架，伫台湾布置12架，布置这12架是咱开钱，是安那？台湾靠钱，叫菲律宾布置12架，菲律宾讲伊无钱，所以到尾安那？美国只好讲无用租你个啦，用租较俗吼，或者你爱到处钱。菲律宾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经济比台湾较好，即摆哪会物价经济即款？伊今仔经济物价安尼，今仔菲律宾的人必须要离开菲律宾去外国吃头路赚钱。伫国内，伫菲律宾因家己的国内无法度赚钱，原因是啥？原因敢有一个外来政权去剥削菲律宾？敢有一个无同款国家的人去甲个殖民？去遐，把伊的资源啊提走，互伊变成二等的国民，互伊生活袂得过，毋是呢？菲律宾今仔日会变安尼，完全家己做得来，家己腐败，家己伫遐乌白母，无甲菲律宾即马家己的国民必须要去外国去做人的劳工，所以台湾未来，互台湾人家己管理家己的时阵，敢有代表？一定会过幸福快乐的生活，无一定呢。所以，咱今仔日来遮参加台湾民政府这个训练，咱都有一个心，对台湾有一个疼痛的心，希望台湾未来较好。后礼拜高级班，我相信嘛，足侪人会阁倒来遮受训。倒来遮受训，第二个目的就是未来咱希望伫重建台湾这块土地的时阵。咱会用倒三工出一寡来，咱要重建台湾，台湾今仔日去予中华民国物价即款情形，环境无害，政治无害，人的心无害，规个教育、经济、物价密密麻麻，咱要接着政权的时，其实是接着一个烂摊子，而且烂摊子要安怎来重新
来予台湾人有一个好的未来。咱必须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重建这个台湾？咱必须要为什么开始？爱开始来思考。未来大家啊参与台湾重建这个行列的时阵，咱拢会去负责一挂行政的事务。要做一个政务官，你感觉爱有什么款的条件？咱即下伫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内底所看到一挂政务官、部长、行政院长一堆博士，啊，叫个不干啦！你感觉因这个博士、教授做这个部长做了台湾不了呐？你用看到这和你的学历无啥物有关直接的关系，唔是讲博士、教授来做部长，这个国家就有法度治理好。关键伫倒，啊，嘛有人讲啊，学历无重要啦，吼、哦，有心上重要，敢是安尼？有心就一定会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吗？听听有心，但是你无迄个智慧，无迄个背景，无迄个基础，有心听听会弄破我，会把一挂代志认为应当爱安尼做的。但是你有心，你敢要讲你上积极，吼、哦，你该冲冲冲的，结果你唔知影讲这路这台车爱安那驶。今仔日要管理一个国家，唔是骑卡踏车，嘛唔是车，嘛唔是赛车，是含赛无人机同款。咱即马哦，总共你想要考驾照，你去驾训班哦，开四年拢洗洗，哎，无外久啊。过了一个月，你就有法度啊，摕到驾照。不管会晓开袂晓开啦，至少知影讲迄台车爱安那开啦。但是啊，赛无人机咧，赛无人机今仔日也无一台无人机的模型，互你入去内底去感受讲无人机内底设备、遐机器，啊，佮感觉迄台无人机互你赛起迄个感觉，要降落迄个感觉，你无人机看出来迄款感觉，你拢无迄个经验的时阵。你也要来赛无人机，会惊死人哦！赛车，咱感觉较简单，因为含咱的经验较近。赛无人机唔捌赛过，坐去你面顶，你路都看无，要安那飞起来，你嘛唔知。我来讲一个，伫即中华民国流亡政权来台湾接收的时阵，来台湾接收，伊先煞派两千几个人来。一挂无读册，小学毕业的，来遮接管足侪重要的任务。日本时代有留下迄个炼钢的厂，炼钢的厂，遐番仔来，遐中国人来，想等下等下，先停起来，听我的指示。啊，所以水也关，火也关，电也关，全部关关的。等下伊想着讲要安怎做的时阵，死啊！迄炼钢的炉啊，因为火甲关起来，温度降低，规个铁样的浆拢建入来底，迄炼钢的所在全废掉。这是啥原因？这就是你唔捌要加捌，啊，无法度去处理代志。你感觉讲即马换我管理啊，我上大，我讲的准算，结果也袂晓补。唔知影变阿母，结果母母害。咱未来台湾要甲这个政权接落来过程当中，咱绝对袂使阁存过去中华民国这個流氓政府来接管的时阵迄款讨还来的做法。所以美国嘛是真小心，伫遮咧处理这代志。伊第一个做法就是要希望台湾这个政权交接的过程。必须要顺势，伊必须要让台湾这政权交接，让老百姓感觉袂遐大的波动。啊，所以咱为2006年去告美国，2009年最高法院做一个决定，迄、那个决定就是讲要甲这个法律的诉讼先甲搁置，是啊，要甲搁置。有足侪人讲啊，搁置就是判台湾民政府输，是啊，要搁置。
大家也想2009年啊，美国啊决定讲好，咱照旧金山合约来行。哎，发生什么代志？照旧金山合约来行，就中华民国必须要离开。大家回想2009年迄种的气氛啊，中国中华民国随时的离开台湾，你看这些老百姓会感觉哪？中国的反应是安那？在太平洋周边这些国家的反应是安那？头尾都唔知，忽然间一个国家去要赶走，大家感觉讲这是安那？美国要做什么代志？所以你会发现，美国在处理台湾未来的事情的时阵，你会发现伊做法足幼路的。2009年，伊甲这个各所讲搁置，但是搁置一个原因是安那？因为政治足明确啊，两边的态度，国务院和台湾民政府的态度足明确啊，法官的态度嘛足明确啊。咱用为即马足济，咱伫网络上啊，会用看到迄种各所内底辩论庭的文字，嘛用听到辩论庭咱的律师和对方的律师法官所讲的话。其实情形已经足清楚啊，但美国无法度伫第一时间来处理。是啊，伊若是处理落，你看会发生偌大的动乱。2008年，总统当选举选了，一群人兴到要死的讲：“哦，即马中华民国去予中华国民党管，马上就选赢。”因个利润要开始分，忽然间，你甲讲，当然中华民国爱离开台湾，你看会对台湾造成偌大波动。但是为2009年到今仔日，你敢有发现一个情形？这个社会，你会感觉哪存无政府的状态？这个国家硬要把这个老百姓不好死同款，油啊起，电啊起，经济都哩歹啊！全世界无你所有民工正巧的领导的人，伊讲普通的知识，伊就知影讲，这个经济哩歹的时候，你油搁起，电啊搁起，物价一定会起，老百姓生活会愈加艰苦，你起价。消费萎缩去，大家唔敢开钱，经济会愈较歹。啊，啥硬要起，硬要安尼补？目的是啥？咱补到今仔日，咱要看马英九伊个民意个支持度剩偌济？9%。进前阿扁啊18%，共笑到要死，讲18%也知影见笑，就较紧家己死死个。啊，9%伊奈个底下讲，咱袂使用民意来做施政个根据，是安那？大家感觉马英九敢是一个白痴？有足侪人感觉伊是白痴。我讲搁较白痴啊吼，人真正嘛捌考过大学啦吼，虽然考到淡江啊呢，用一挂方式瞧瞧，人至少嘛是呆呆毕业的嘛吼。啊，搁较笨蛋，人至少嘛有经过这个考试啦吼。啊，搁较笨蛋嘛去美国读过哈佛嘛吼。啊，哈佛啊，那哈啊，过程咱就卖个计较啦。但是人至少会晓讲英文嘛。啊，那个综合起来，这人敢白痴，唔是白痴呢。但是伊即马不得不做一个白痴的工课。这样的做法，予伊遐中国人伫台湾讲高腰，这马英九是做啥？连反拿嘛看袂落，反日个当然嘛是看袂落。故意的台湾，不管是。你的政治立场是甚款？差不多感觉马英九是一个白痴、乌白母，但是伊必须要安尼母。安尼母的目的是啥？安尼母的目的就是要予中华民国的威信，即、這個、政府的威信扫地。扫地的目的是要创啊？我不管你是中国人、台湾人，对即个政府无一个期待，无一个愿望，你嘛袂感觉即个政府换掉你唔甘。你讲换掉多好呢？啊，不换掉台湾人会死。啊，时间一个到，甲中华民国甲离开，大家唔敢不讲，吼，较紧嘞，拍手鼓掌叫好，好你加在来解救台湾人。所以马英九伊唔是白痴，但是伊即马必须要做一挂白痴的工课。我唔是你甲同情，嘛唔是替伊讲话。我是要让大家了解台湾的精神，今天已经到现在，咱现在开始要思考重建台湾这件事情。因为美国在咱为2009年到过了，一步一步
伊甲中华民国伫台湾的统治即个力量，不管是军的还是行政，伊开始甲瓦解。伫阿扁做总统的时阵，国民党党国防预算买买甲美国买武器，布希讲要卖咱战锤舰，卖咱 F-16，国民党党64次，是啊啦，啊买武器即个孔明上较大个工课，奈会使予民进党去做？当然，国民党来谈啊，因进前听个知影拢安那谈啊。啊，动动动到尾啊，2008年马英九选掉了后，咱敢嘛看到国民党即个执政党有买啥物武器？无呢？哎呀，奇怪，因来变好心，毋是呢？咱所看到只是哦，裁军，只是袂使叫台湾人去做兵，开始用募兵，开始联勤撤销，三军司令部撤销。军人犯法，免用军法来判判。啊，一切一切，伫你把这中华民国这统治的有效的这力量，开始一个一个挂掉。所以，咱未来，足近的未来，咱会用看到，咱必须要换咱来你烦恼台湾要重建的问题。啊，所以啊，即只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讲。未来大家有机会去承担这个任务的时阵，做一个政务官、部长，你不需要有啥物款的条件。我感觉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对台湾有一个正面的愿望。这个、正面的愿望，唔是家己私心讲啊，我要安那，我的想要讲啊，会用薪水较济咧，还是讲我的亲戚朋友，我的这阵呢，我用照顾。你所看到对台湾愿望是徛伫台湾大多数人的这个角度来规划台湾的未来。你也无这款的心情甲抱负，坦白讲，你无迄个资格做政务官。第二，你必须要有胆识。咱做些政策的设计，坦白讲，有做些那跋筊咧，做咧会安那太在，但是你要做无？咱看林肯迄阵要解放黑奴先，全美国一堆人拢饲黑奴，伊要对即款现有的社会状态要做改变的时阵，敢有法度？迄小镇呢，爱老火呢，但是伊就感觉这是对的，对的代志，你爱有迄胆识去推动，你也无迄胆识去推动，惊东惊西，人家讲安尼唔好，人家讲安尼就惊。啊！你无迄个资格去做政务官。第三个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有一寡学识，你必须要对做代志有一个深度。咱头来讲，所有的政策推动，拢毋是你想的会照你想的安尼行。推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拄到足侪困难。你也无学识的基础，你也无做代志的能力，拄到困难你就倒啊！你较好的抱负、较好的理想，无两个手你就倒啊！所以这三个条件，大家爱放伫心肝内，咱来开始充实家己啊！未来咱要加入重建台湾这个行列的时阵，咱千万唔通去想讲哈，花的时间到，换我做头家，我做头家，我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唔是安尼，你变安怎做，做了。伊个效果是台湾人共同来承担。咱来了解，咱今仔日啊来重建台湾做了结果啊，做个比中国国民党直接管搁较歹，真正叫台湾人万叹死。要知嘛，免舞一摊，互中华民国继续管搁较歹，嘛搁一顿饭通食，唔通舞舞台湾舞舞海。所以今仔日我希望用这个啊题目和大家分享。我所想到的台湾要重建，咱的思考，咱的目标在哪？咱头先讲，台湾人管理台湾人，不是幸福的开始。啊，所以要安那来重建台湾，才有可能保障咱未来的子孙有法度住伫一个美满的国家内底，幸福的国家内底。我感觉这点真重要。咱今仔日台湾。的目标爱和世界一流国家来比，所以咱今仔要重建台湾，
咱所看到的，咱应当要用台湾一全世界一流国家的标准来看，离咱台湾目前的状态外远。我用四点，大家来讨论看卖，咱距离世界一流国家的距离有外远。第一个就是经济，第二个就是文化，第三个就是国民的能力，第四就是讲咱人的素质。这四点，咱来看，咱距离世界一流国家有外远，而且距离就是将来咱重建台湾要努力的所在，要努力的目标。第一，咱来看经济。经济伫世界，咱去互相比拼的时，有一个数据叫做 GDP。2012年的时阵，咱台湾的 GDP 是差不多$20,000+，一个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是$20,000+，全世界排37名，都算还袂歹，因为全世界有法度去算 GDP 的，拢总180几个国家，咱排伫正头前37名。但是咱来看这距离有偌远，排伫第五名的澳洲$66,000，咱的三倍多。咱来知影澳洲的人口含台湾差不多变侪，伊嘛2000几万人，咱嘛2000几万人。平平一个人，是啊，人有法度赚遐济钱，咱的三倍外，咱赚安尼尔，差伫倒。这就是咱重建台湾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美国因为人口较济，因爱照顾一寡较弱势，譬如讲啊，遐移民为南美洲去移民去，为外国去移民去，遐难民伊爱个照顾，所以伊甲因的国家生产的即个资源呢，爱分配有遐人，所以伊落来个48,000+，但是伊嘛是阿个足够趁钱。日本啊，含美国差不多，韩国迄阵啊，2012年的时阵，比台湾较好一点嘛。我相信即马会好较济。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大学生毕业薪水的比较，韩国70,000+代表。台湾呢，大家拢知20,000+台票，所以韩国已经把台湾远远等伫后壁。咱先来讲含台湾人口差不多平齐，即澳洲是啊，有法度赚咱三倍钱。咱今日唔敢讲，唔是要赢过韩国，伫亚洲底下含人底咧客来客去讲，我亚洲我赚上侪钱，咱必须要眼光看伫全世界，人较赚啊侪钱，人是安怎赚的？凭什么我都赚了这钱？所以咱来分析澳洲伊个产业的结构，你会发现澳洲伊并无像美国安尼哦，卖只战斗机哦，几啊亿美金，伊咧卖啥？伊咧卖自然的资源。澳洲伊个收入70%是来自迄、那个。因讲高附加价值的观光业、服务业，简单讲就是讲，你去澳洲耍，伊家趁你来观光旅游的钱，都法度趁这些钱。其他当然伊有农业，因为所在真阔，用饲羊、用饲牛，伊遐肉类外销嘛趁足些钱。但是伊的观光是占伊的 GDP 的70%的收入。而且 GDP 以前的钱赚了，因为所开用起的资源怎么带？我听讲一个咧，就是讲你若去澳洲去参观大堡礁，大堡礁遐常常有一款大只石斑，哦，啊，足吸引人去啊，含伊翕一张相。哦，所以你坐无人机去澳洲，无人机落地了，开始澳洲会开始收钱，因为无人机场你要付租金。你的租金是放在你的机票里面，你去澳洲开始你就要在那吃在那住要开钱，去澳大堡礁看一只大只石斑，你必须要去租船，你要租教练，要租装备，这样一抓来你这样你靠靠开那么多钱之后，让你欠一张上那只大石斑，他走过来，他游完后一批观光客来又欠一张上那只大石斑，一直在那里无，因为你翕一张相了，迄只大石斑怎啊无去？但是咱台湾对这款诶产业，都是拿一支机枪落，
看倒位有鱼啊，拍起来食。我一个教授啊、美国教授的朋友，伊来台湾来咱的垦丁畅水，来调查这个珊瑚的生态。伊讲哦，恁家这珊瑚礁是世界珊瑚礁内底算已经开始被毁灭珊瑚礁区，是安那？无大只鱼，无大只石斑，因为大只石斑是一个珊瑚礁健康的象征。啊，中岛去食饭的时候，伊非常的生气，因为原来恁珊瑚礁的鱼啊，拢伫海产店，拢摆伫橱啊，摆伫鱼橱啊内底，还是冰库内底。伊讲恁台湾啊，阿伯安尼母，后摆恁这啊垦丁无人会来佚佗。所以咱来了解啊、澳洲和咱台湾的差别，人口差不多，想要赚较侪钱的差别，就是因利用因的天然的资源。但这天然资源不是用了就没去，这叫做永续经营的概念。哦，咱来看经济，咱头先比较经济，讲啊，咱若澳洲差侪，咱看经济强甲弱的原因伫倒。第一个就是种科技啦，咱像 Apple 苹果，伊赚足侪钱，赚几下个国家的生产贸易的钱，伊哪能赚？我以前去买 iPad 2的时候，我发现讲哦，原来生意安尼做，莫怪你赚钱。你买 iPad 2。你必须要先交八成的钱，然后等过半月。我全世界后迄生意才好做诶。你要甲我买物件，佮我排队，无你就卖买。你佮钱先交互伊，啊，淡仔等，等到时间到，伊佮互你。全世界有这款生意吗？你也有迄款的生意通做，你会袂趁钱吗？所以科技代表经济的力量，美国。卖咱一台 F16， 你看郭台铭爱卖偌济物件，到着赚着迄台 F16 的钱，伊做到要死的叫做血汗工厂。人美国停课卖只飞机，伊就伫遐等你，等你个卖足济物件，赚的钱过来个买只飞机。科技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强甲弱，而且。代表这个国家赚的是轻苦钱还是艰苦钱？第二个就是产业的规模。哦，你讲一间干巴店，哦，你要用赚的钱，你偏偏这项物件敢用卖五块，利润五角。你一间干巴店，是咱们24点钟底下go 含 7-11， 伊同款迄项物件嘛是卖五块赚五角，但伊全台湾哈侪景点。啊！里面啦含 7-11 竞争，所以咱啊、有印象，过去咱迄、那个啊厝边隔壁挖角，常常有干妈店，遐干妈店拢无去啊。遐干妈店无去，就是伊无法度含即款的有规模的经济体去竞争。所以规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三个就是产业爱有特色，产业无特色。就是对咱来讲，咱今仔要和澳洲来竞争，哦，澳洲有大堡礁，咱们生一个大堡礁来还没拼。全世界，咱为生物的生态学到一项啊知识，就讲生物伫演化的过程当中，伊自然自得会去选择一个竞争上界弱的一个所在去找伊会用食的，会用住的。譬如讲，有一张树啊，啊，有五种鸟啊来，五种鸟啊要住这张树啊时阵，伊自然地伊会家己去分，有人住伫较厝尾顶，有人住伫较下骹，是安那？大家分开过的时阵，卖去住同个所在，就较无竞争，较无竞争，你就较多较有生存的机会。咱要和人竞争，唔是要和人哦，伊有，咱嘛该拼有，安尼你绝对。会去拄着足侪啊产业规模的竞争的效果，所以咱的产业必须要有特色。什么特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咱来学澳洲。学澳洲不是学讲啊，咱因大堡礁安那经营，咱的垦丁都安那经营，不是。咱来找出台湾的特色。大家唔知怎样无？
台湾有足侪种生物，伫世界上啊，人家有兴趣来参观。有一种叫做蓝腹鹇的鸟啊，伫英国有足侪伫看鸟的即个团体，伊甘愿开100,000块来台湾找倒位导游，甘愿要看这种鸟。咱台湾有台湾的特色，所以哦，看人咧赚钱，唔是用 copy 的。你用 copy， 你绝对会作凄惨。第二，就是讲咱台湾有一挂特殊的气候，这特殊的气候有足济物件是别个国家无这款特殊的气候，伊无法度产生的。譬如讲，我伫啊、几年前，国科会有主办一个生物科学咱的研究的重点，甲所有啊、教授。就来，大家来检讨台湾要发展什么重点生物科学研究。还做讨论出来有两个含全世界有法度做区隔的研究的项目。第一就是珊瑚礁，因为珊瑚礁是全世界，加拿大和澳洲边边有珊瑚礁，而且珊瑚礁内底珊瑚的种类拢是超过200-300种。夏威夷有珊瑚礁。足侪所在，咱伫啊东南亚足侪迄款度假的岛屿拢有珊瑚礁，但是迄内底珊瑚的种类都无存台湾的垦丁，还是绿岛拢几百种。全世界刚两个所在有几百种的珊瑚，就是台湾甲澳洲的大堡礁。另外一个就是云雾气候，有云大云大雾的迄款气候，咱伫山顶。咱若去啊溪头，还是去日月潭，定定下载起来时，规个大雾。大雾这款的特殊的环境，全世界唔是大家拢有的呢，唔是有山地大雾呢。啊，所以这是台湾一个足特殊的气候。这特殊的气候会产生，咱起码至少知影种地。种地地对台湾是一个足重要的产业。啊，地必须要有一款。有云的大雾的所在来生长，啊，第一品质就较特殊较好。所以咱台湾有一个特殊的气候，啊，台湾含全世界足侪所在无同款。全世界足侪所在，伊的气候拢爱看伊的纬度，伊的纬度零度就是赤道，就是热带。佮渭南渭北20几度过来就是亚热带，佮较悬就是温带。各个人就是寒带，但是台湾拢总有台湾较细所在，为热带乡村开始变个寒带玉山的山顶，所以因为咱是山地的一个国家，咱虽然土地真细，但是咱山真高，所以咱用造成台湾一个足特殊所有的气候拢有的一个国家。啊、所以有这款特殊的气候，其实咱爱来利用这款特殊的气候，不管是被发展观光，咱有当时啊一个所在，你讲啊，我要看一款叫做新生地形，然后生出来一款地形，啊是讲要看足古老的地形。伫英国，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地形，所以伫英国，你安尼去外口。去迄个因个莫爱地哦，你讲山谷还是山丘，看去拢是伫台湾几啊千公尺看会到的迄款情形。但是伫台湾，你免去英国，你去玉山，你去爬山，看起都是即款的。咱有古老地形，咱嘛有新生地形。伫东海岸，迄种新发展出来地形迄款的状态，所以台湾真正是一个宝岛。全世界真少有这款所在，以为热带、温带、寒带拢有诶一个所在。伫泽西，你要来遮观光，全部地形、气候，你拢好着感受。伫足侪所在，你想要去爬山，你着去找有山诶国家；你想要去看海，你着去海有靠海诶国家。台湾，不管你是要爬山，要去海边，而且台湾诶海。四口了行一年，全世界所有海海岸的迄款景观全部看得到。你要看沙滩，你要看沿岸，你要看珊瑚礁，你要看泥岸，你要看西湖，
台湾西一镇所有海的景致，无同款景致，全部伫几工内、一礼拜内，全世界海的景致，你安西一镇，你用看透透。你想要看讲哦，我来遮想要看迄个金鱼，看海海豚，为苏国花园坐船出去，免一点钟，就差不多会用看到。你若去波士顿，我即个去波士顿参观看伊个座头鲸 humpback whale， 看伫遐咧拍哦，伫海底安尼拍，迄坐船坐个晕到要死的，坐半工才看到。伫台湾唔免，所以台湾有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气候，咱来知咱特色伫倒，咱唔免去共 copy， 咱来了解特色来发展咱的经济。所以台湾其实咱有足好的科技的基础。咱人少，但是咱的教育真普及，作势拢是有受高等教育的，所以要发展咱的科技非常的简单。咱来找到适当的题目，咱都要做到最好。当初张忠谋一家 IC 产业叫伊回来台湾设厂，和台湾赚英俊大概挂卡棒，迄中小企业钱过来赚第二。第二桶金就是 IC 产业，搁过来咱要赚啥？搁过来可能就在赚生物科技的钱啊！所以咱台湾有遮尔啊侪人才啊，咱人搁无遐侪，这是一个足大的优势哦，足大的优势。简单讲就是讲，咱只要和美国赚平侪钱，免讲赚平侪，赚因十分之一的钱的时阵，因为咱人就平均起来，咱 GDP。大家就分足侪钱，啊，搁过来，咱来讲文化。咱唔是干要做好嘅人尔，咱常常看到有诶好嘅人，咱是电影看到，咧食薰用迄个钱伫咧点薰，哦，代表伊做好嘅，无咧计较讲即一张100块美金怎甲烧掉。咱后摆经济发展了后，唔是要做暴发户。秘书长讲，咱关电啊，美国已经甲咱讲，遐有足丰富的油田。咱若讲好来关电、澳油、水电、现金，台湾的好业甲含阿拉伯同款。但是你敢会感觉阿拉伯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国家？你看到阿拉伯人，你敢会感觉讲哦，这款人真正有水准？咱不是要轻视，是你以为你的心肝内底，你看阿拉伯人和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比较起来，你会感觉美国人和日本人还是英国人，因较有文化。阿拉伯人，你一个印象，你会感觉会好起来尔。好起来不是歹代志，但是好起来了，爱有迄个水准，人家会该尊重。咱台湾进前做好起来先，去水师买落来，拢去装包起来。包到尾啊，随时遐卖落来诶，职员拢爱会晓讲台语，因为啥大客户，去全部落来包起来。啊，但是遐随时诶人，敢会感觉讲台湾人有水准？袂啦，伊讲感觉讲这也是残胶啊啦，这甲钱甲趁过手，你去餐厅，人讲歹势，你袂使入来；你穿安尼袂使入来。你讲我有钱，歹势，有钱袂使入来。你必须要有一个水准，有一个文化，人家要让你去看的餐厅。啊，现在换谁？换中国。中国同样现在赚到钱，去随时又给人包起来。啊，奇怪，啊，这中国人的思想都同样。咱台湾受中国思想的影响，都学这部去，要叫做派头，做阿哥，全部包起来。有钱，啊，无文化，会让看不起。中国有钱，但是伊要去外国观光的时阵，伊刚好从台湾讲：“哦，来哦，进来哦，进来哦。”加拿大，美中国人要申请加拿大观光的签证非常困难，要去申请美国的签证嘛非常困难。你唔是讲有钱来我这消费，人就甲你欢迎。日本人即马足艰苦，中国人去伊遐观光，是安那？这些人来观光来消费，虽然赚着这钱。规个国家服务甲李厂长，有钱无文化，会互看袂起。所以咱重建台湾的过程当中，唔难去思考讲要安怎让大家生活过了好，唔难去思考讲要安怎赚有钱，吼大家
拢会用开面路。咱必须要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台湾未来命啦，互人尊重，要互人尊重，就是文化，毋是你有钱。啊，台湾有文化无？啥物叫做文化？我讲文化用四个角度来看，用这四个角度，你得用感觉这个国家有文化还是无文化？第一个，就是这个国家有动人的故事无？有一挂故事，互人会感动，跨越这款啊、民族。看我不同款的文化，人会感觉讲，哦，你这个故事，大家看了会感动，会感觉讲，一定是真有水准的民族，到处发展出这款感人的故事。台湾有无？啊无，是毋是咱来思考，咱这个台湾爱开始来找出这个物件，来代表台湾的文化。第二就是美丽事物，美丽事物包括讲啊画图，还是讲音乐。啊，种自然的景观。第三点就是古迹，咱对古早时代留落来这些物件，代表咱的文化。人安那看你古早时代留落来物件，会感觉这有文化，还是无文化？第四点就是都市的景观，都市安那安排，咱可能来看卖咱台湾含世界一流的国家的都市，看起来什么无同款？第一，咱有。动人的故事无，外国人来台湾，哦，要看你台湾的文化，咱定定带去看庙。我之前捌招待一个啊、加拿大的教授，啊，伊讲伊是研究道家的，哦，外国人研究道家真无简单。伊讲伊对太极真有兴趣，啊，后来，所以来要看台湾的庙，我带去啊、东港迄个东龙宫。迄东龙宫啊，迄规个牌匾啊吼，拢是金啊，金闪闪。带入去看，哦，迄、那个东龙宫的迄古庙，迄、那个啊、看到外国人来，差不多会用送的全部摕出来送伊，哦，大包细包拢送伊。迄、那个加拿大教授看啊足欢喜，哦，看。但是咱台湾敢要用这代表台湾的文化吗？咱这间有台湾这个故事，予人听到，你会感觉讲哦，足感动，还是看到、听到，你会足惊吓。咱细汉时阵，咱爸母教囝，常常拢用恐吓嘞，会许鬼厉害。哦，下暗时唔敢去便所，因为四界拢是鬼，四界咱的啊、故事拢是甲咱感觉会惊，会许鬼厉害。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啊、捌听到一个。鬼啊！故事讲，下暗时唔通去溪边，吼、哦，唔要经过溪花，是安那？因为溪花吼、哦、有迄德高鬼，啊，经过迄德高啊，为溪底出来，甲你讲一个咧，摔落水底淹死，啊，是安那？因为不爱好饮啊，下暗时出去热热时，走去溪边，走去深水坑度死，所以用这个故事，哇，惊到死，真敢去溪边，有鬼呢！所以咱的故事拢是作者作者，予你会惊吓的。咱敢有予人听到感动的故事？咱来看台湾另外一个传统的文化，就是高山的文化。高山伊作者祭奠，即个祭奠伊背后拢有一挂故事来去甲支撑，来讲是安要做即个祭奠。我伫台湾发现高山遮个祭典后壁个故事，真正予人会感动。咱来看外国，这是予英国人探足侪时个一个所在，叫做白金汉宫。白金汉宫足侪人会去遐看啥？卫兵个交接，啊，卫兵个交接有啥物好看？但是足侪人去看是安那？因穿个服装，伊个知识，坦白讲，迄含迄。中正庙迄款的卫兵交接，完全无同款的气氛。即内底大啥？英国的女皇，唔是要看卫兵交接尔，是要看这個白金汉宫，佮白金汉宫所带来一挂故事。伫英国啊，佮有一个所在叫做 London Bridge 啊啊，迄、那个所在你去看哦，安尼里面出足侪故事，足侪故事互你看。我伫英国留学四年，我感觉英国予我感觉是我另外一个故乡。我非常感觉
啊，伫遐做一个英国人，非常光荣，嘛非常先过一个人的生活。是安那？遐说是作者故事啊，边边是几啊故事。我伫英国啊，读册所在叫做 York， 就是约克啦，就是纽约啊。因美国诶国名作者种 New 什么 New Jersey、New York、New 什么物件，就是。遐个人为英国搬去美国了后，怎啊个加一个 new 新的约克？啊，我去读册迄个所在是 York 有一个啊 AM 时啊，其实美国英国作者所在 AM 时都有一款活动叫做 Ghost Walk。你也去一个英国的城市啊 AM 时去 pub， 伊都有一张单讲 AM 时都会带人去看鬼啊。啊，迄鬼啊，敢咪看咧会惊？哦，大家足闲的哦，一群人观光客拢专门去遐要看鬼。啊，我第一届打去的第一年，诶，第一日去参加迄 Ghost Walk， 我去，啊，就一个啊导游开始讲故事你听。伊就讲到遮，哦，这张树啊，永存有像是啊吊死一只啊，所以讲只有发现鬼，那唰唰唰，唰到去一个所在，迄个所在就是永存 York 的迄个家格。啊！伊就迄家格头前有阶梯，按一站一站。啊！迄、那个导游就徛伫上个下骹，啊！就开始甲因讲：哦，即、這个所在永存是家格，啊，所以家格啊，哦，行行啦、啊，台死人啦、啊，那、啊、那、啊，啊！大家拢注意伫听伊咧讲啥。啊！结果咧，后壁有一组人，恁知影看到外国因所谓的魔鬼是啥？穿白衫头盖起來，举一支镰刀有无？迄英国话，迄、那个来。魔鬼使者就是安尼，啊，一群人因为暗飕飕啦，因一群人闭伫后壁，拢穿黑白色个，啊，头壳拢盖起來，啊，举一支镰刀，啊，大家拢看头前，啊，后壁就有人咳对，啊，因为恁无注意讲，忽然间看边啊，惊一个，迄啥，伊来营造这款气氛，但这款气氛会用惊袂？大家感觉足好笑，你用惊着。到尾啊，规群人笑到要死，讲吼，那有遮趣味的活动。第一届来参加，拢唔知道有这个梗呐，拢唔知道有这招讲会来甲你惊。英国作者迄款鬼屋，其实予人袂惊，会予人感觉想要去啊探讨，讲真正有鬼啊无？别拢会安尼，这是确真也确假。人无咧惊鬼，英国人无咧惊鬼。英国人感觉鬼足趣味的代志，会阁带一群人去看鬼，所以每一个城市下暗时啊，有个 pub， 拢一定有一个 pub， 会底下集合带你去看这个城市内底有鬼的所在。啊，所以边边是这款的，伊有法度甲同款的故事，讲无同款的做法，予人袂惊吓，感觉趣味。英国。这个卫兵的交接，不是讲看卫兵的交接尔。你看到这个，看到白金汉宫，是看到英国皇室的历史，是作者王子甲公主的故事。咱来看艺术，艺术，咱讲啊，艺术啊，这就是水的物件，水的物件有啥画图？咱来看到这幅图，你会敢？你敢知影这幅图像画？梵谷。足侪人看到这個、啊，这梵谷画，因为啊，梵谷都一个人，荷兰人啊，所以梵谷是荷兰的骄傲。我一届去阿姆斯特丹啊开会，我就大家去找伊梵谷的博物馆，哇、哦，这间博物馆就是专门展梵谷的，伊永存所画过的，里里口口啊，大行细行。啊，我底下听到这种讲法。哎，这大家也学起来。讲一个画家，伊的作品有法度卖侪钱，有两个要件。第一要件，伊要翘起啊。伊也搁画嘞，伊的作品无法度炒作，因为大家讲，伊也画嘞，伊也搁画。伊讲伊不爱画，伊冇可能搁画。马上就讲五十几遍不爱算，嘛是搁算。所以人家画嘞，无算小，讲话会袂信你，爱等你死啊！但是啊，总共画一百图哦，无一百空一百啊，总数拢是安尼，这都有法度操作。第二，这个作画家啊，未使画一两百，伊还未作一百，几啊百百，
啊，迄生理该做哩，连面只白摕出来，哦，大家来标，哦，偌侪钱，佫无偌久，即白佫比白较水，来，佫唱。伊必须要人过身去，而且爱画足侪图，伊的作品都有法度来做啊经济操作。但是咱卖讲经济操作，来看一幅图，看到人就知影，这是荷兰迄个梵谷所画。台湾有这款人无？台湾有任何一幅图摕出来，互人感觉讲啊，这代表台湾。我知影是台湾的画家所画有无？无，咱来看这大概嘛知达文西画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台湾有无？台湾无。好，咱来讲啊，水的物件，这乌乌啊，是因为咱的啊电脑无这软体来支援吼，啊，我免放啦吼，咱用讲的就好。这个本来是要给大家听，郭金，郭什么？郭英男，吼、哦，迄、那个啊、阿比族布隆族的，伊个巴布和音伫巴塞隆纳诶运动会，巴塞隆纳奥运会内底开幕的主题曲。台湾有啥物物件，互国际提起国际讲，即个好，你用摕伫奥运底下报上诶，代表去互世界甲你认同，这是。水的物件，好听的物件，郭英男的八部合音是迄阵啊提起巴塞隆纳奥运做开幕曲的。阿斯台湾可能甲春节，果然来看自然的景观，台湾有含人无同款的所在，予人感觉水的所在有无？有，这是玉山，这是咱台湾的海，咱就去摕一张哦。这台湾的山内底风景，这台湾的生物，这台湾的海底珊瑚礁，台湾自然的景观，咱讲文化代表文化其中的一种，对自然的景观，台湾有无？台湾有真丰富的自然景观，会方予咱感觉骄傲，来代表台湾的文化。所以咱从位遐开始，咱来看英国有无？英国这个所在，大家看到，敢知影这什么所在？叫做 Stonehenge。啊，你看看一挂石头摆伫遐，啊，有啥物好看的？唔是你好看，这内底偌济故事。第一，咱看到这会产生一个疑问，讲啊，这石头放伫遐要创啥？啊，英国人伫遮讲到足济故事，怎呐？因为无代无志，袂只放石头啊！这毋是主人放的，是人放的呢。人放的就两个问题，一个是讲要哪放。哦，你讲这个石头长形的拆得起来，可能较简单啊。但是这个横的，这个要拆起来，就为着这个要拆起来，哦，英国人研究偌久，讲迄阵啊也无吊车，也无滑轮，啊，要哪个这个物件跳起来？迄阵啊的年代的科技完全。作龙傲的，敢有人甲说啊？明仔甲这块石头甲吐去你怀遐，敢为着这甲把研究出来，一个英国的教授叫伊学生用说啊，甲人的力啊吐去，予大家看。啊为着这甲英国的节目就做几啊礼拜。啊，这是安要看你只，有几啊种讲法，一种就是讲宗教的仪式。哦，伫遮哩，伫做一个宗教仪式，伫拜天啊，伫创啥？有种讲法讲这是外星人的导航的系统，外星人看到这個，伊才知影要飞来飞去倒。啊，所以啊，足济人有一个时间点，拢会走去遮聚集，伫等啥？等外星人要来。啊，所以这个甲安尼一个风雅的石头踩伫遐，对这个国家来讲。伊就足济故事，嘛，予人感觉你是遮远远看安尼，你伫遐看会足壮观，你会感觉即一支石条拢两米外，拢两米外要到三米吼、哦，啊，画一林足大林。你伫英国诶自然的景观，我所以伫英国住较足快乐，无啥想要倒来，就是安尼。你行出去免行几步路，英国诶郊外拢是像安尼，拢真水诶风景。啊，因为伊是
古老地形，所以地拢作平，迄山袂安尼尖尖，山拢安尼平平平，拢那丘陵安尼，会用为啥行行行？我伫英国定定行路，会用行几啊点钟，啊袂忝，因为啥啦？袂热，而且风景真水，尤其是春天的时阵，春天的时阵，哇，四界拢是花啦，毋是人种的哦，是野生的花，连迄、那个啊。树仔的边啊，毛花，树啊，毛花，四界拢有花，规个约克城市拢是花。啊，伫迄款所在，你会感觉哦，这是哪天堂同款。啊，等下台湾就足艰苦哦，看到拢足差白的，拢是水泥砌的物件。伫遐英国的厝，拢是红色的围墙啊，啊无着红色的瓦片。啊，所有的人住的迄厝，拢是差不多两楼。上这三楼，因足少有官楼的吼、哦，啊！伫遐凊彩开车无外远，你着用去遮散步行足远的路，用看足远足远。咱来看高级，台湾感觉骄傲高级的存在就是庙啦，因为台湾啊含中国的文化，这个就是靠汉人的文化来侵略的结果。足侪庙伫台湾，因为平埔族甲高山族无即款的宗教信仰，啊，即个庙，大家感觉讲啊，庙是咱啊文化的其中是，你看这庙，你里面内底拜拜，你去看足古早时代哦，清朝留落来遐妈祖啊庙，还是讲啥物宫，你看哦，感觉你的感觉是安那，你去看到日本，人平埔。永春留下来，看起来怎么这么精致，这么漂亮，有一个艺术感。你看这些庙，都叫香火香到乌索索。这些庙里面有一个足有艺术价值的东西，就是藻井，就是走入的时候，走到这中，抬头看，在那面顶，那是雕刻足水的东西，结果看都无，是怎样？乌嘛嘛，因为用香在那拜拜，风甲规个连心明嘛变乌人，内底所有物件，因为你拜用香的关系，唔那规间乌嘛嘛，大家吸遐香烧出来遐雾遐物件，吸把大家细胞拢卖去。咱的文化用这来代表台湾的文化，诶，高级的时阵，你会感觉。那会感觉咱垃圾垃圾，太高太高，阁无精致。你若去看日本，你会感觉讲，哎、欸，这毋但是古迹，这哪像艺术品？好，咱来看英国，英国这个是我伫啊、去看尼斯湖水怪，迄、那个所在啊，叫 Loch Ness。Loch Ness 这个所在啊，诶，湖的边啊，有一个古堡的废墟。我把这张翕出来，因为这一个苏格兰人在这搬那个苏格兰风笛，他搬苏格兰风笛，你看哦，这已经破去了，墙也无完整啊。啊，这个所在，这个古迹，予人什么感觉 ？Loch Ness 这个所在，干那些尼斯湖水怪啊，都予英国人赚足侪钱。啊，去遐一个湖，迄、那个行程，你伫遐耍。有非常非常侪故事，拢用迄个尼斯湖水怪做背景。啊，这个古堡呢，这个城堡已经，你看呢，根本无人伫遐住。但是，伊用一个人伫遐搬苏格兰风笛，伊怎啊把这个环境气氛全部扭转去？你虽然无看到完整的这个古堡，但是因为伊这个背景。这个、音乐，予你又等于中古世纪，这个、古堡还阁继续你用的迄个感觉。这个、所在你去看，伫英国定定看到即款的风景，予你感觉去英国去参观啥？英文叫做 relic， 的废墟。啊，英国哈个废墟看你感觉讲安尼有啥物趣味？伊的趣味唔是干看这个物件，伊是看这个物件的故事甲伊的背景。英国人做到营造这款的气氛，予你感觉去迄个所在，你增加去当中这个古堡的使用的一个气氛情形，啊，这个物件予你感觉
你去遐，唔是讲去一个古迹去参观，而是你互你感觉那阵行入历史同款，吼、哦、啊，所以这是啊、其中啊、一个古迹，另外一个这叫做 Cliff Tower， 这是我读册所在啊，一个啊、古堡，啊，这个、古堡看起来足特殊，因为是圆的，这圆的古堡。你要去参观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哎呀，这内底唔好啥物件。”我伫遐读四年，总有一天哦，开一帮我入去内底看，内底空空。但是这个所在是全英国，你若去英国旅行，一定会带你去看的所在。啊，同款是英俊留下来古迹，但是伊的故事非常的多。这是英俊罗马人。来来攻击英国人的时阵，英国人怕输，就走来这个地底。啊，这个规个这个啊山坡拢种水仙，所以你也讲四月时，规个绿色所在拢是变黄色的花，非常非常水的所在。所以咱来看，人外国人对古迹伊留落来物件，和因本国的人含外国的观光客。伊完全无一个隔阂，讲啊，这个是英国人较有兴趣啦，外国人看这无兴趣，因为用伊的故事，甲用伊的环境，用伊的气氛，营造互你感觉一个你走入去历史的感觉，互你感觉这个所在有迄个价值来看来了解。啊，所以这就是古迹。啊，咱时间啊。差不多到哈，咱先休困五分钟就好了哈。休困五分钟啊，咱阁继续哈，安尼较白天哈。各位学员，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五分钟。